世界上眼睛最大最多的昆虫蜻蜓，全世界约有5600种蜻蜓，大部分分布在中国和印度。它们一般生有一对复眼，有时还有三只单眼。复眼的意思是，它们的眼睛是由成千上万只六边形的小眼睛紧密排列组合而成，而且每只小眼睛都自成体系，拥有屈光系统和感觉细胞，并且都有视觉功能。在动物学上，把这眼睛叫做复眼。蜻蜓的复眼约有28000个小眼睛组成，又大又鼓地突出在头部两侧，约占头部总面积的2/3。它们的复眼非常有趣，整个眼睛的上半部分负责看远处，下半部分负责看近处，而且还能向上、向下、向前、向后看，都不用转头。科学家研究发现，当一个物体突然出现时，人眼需要0.05秒才能看清楚物体轮廓，而蜻蜓用不了0.01秒就能看清楚物体。由此可见，它们视力超强，而且对移动的物体特别敏感，所以它们在捕猎的时候特别厉害，可以根据小飞虫从一个小眼移动到另一个小眼的方向和时间，来确定猎物的运动方向和速度，然后捕捉猎物，基本上都百发百中，得心应手，从不落空。本期的世界之最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关注哦。